浸大 Eason 澳洲晒波。Happy New Year， 大家好，我是包到喊，可能大家都唔记得啊。咁样实大家都记得你啊，浸大 Eason 杨子瑶。哎呀，人哋改咗名叫杨烟啊，啱啱加入阿叻间公司，第一个 job 就系陪阿叻去澳洲吃喝玩乐。当然唔少得晒下 E 级身材啦，同行嘅香香公主就孤寒咗啲咯，落水都要加翻件衫啊！祝苹果同新物，嘟嘟嘟嘟打，新年进步。